说帮你一下，你就不用拿那么多很重的。你想要买芭拉？可是不能价格太低。你不用切给我吃，我相信它是。我卖四个180了。四个。四个要180哦，那算你蛮多钱的。因为我都卖好东西，不会开那个试看啊。那不用啦，我本来是想说帮你收台，又包了两魔法芭乐，你失败了。